哎，你们看看，韩寒一大早上就开始在这练习了。你们知道这次横竖直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前段时间韩寒参加一个舞蹈表演，因为他晋级了，这次来参加的是全国舞蹈比赛。看着外边的风景啊，这顶着碗，感觉挺不错呀。今天天气真好。碗拿下来吧，来，小心一点。这是他的服装道具，看到没？已经扎成碎了，这酥酥脆脆的。啊，这边都裂了，还好这个胶布绑着呢。你有没有影响啊？没事的。行的话，咱们就开始出发了。我们要去化妆。走吧。哎呀，谢个幕啊你啊！拿着东西吧。哎呀，调皮劲儿啊！现在已经到这个剧院里边了，沿着这条路，让我们往前走。对呀。好热呀！现在外边32度，好像穿这身肯定要热。现在又进入破产期了，我们要分开了，我上化妆间，拜拜，拜拜。演出已经出来了，外边天都已经黑了，结果还下着雨，还好拿着伞了。